易烊千玺谈及高考备考压力大，颈部哽咽。2月28号，易烊千玺在节目《朋友请听好》中袒露去年高考备考时的感受，表示那段时间是相对来说最辛苦的时候。千玺，你有觉得自己有特别累，或者是说特别想逃离的时候吗？就是去年，高考那段时间。前面又要高考前排12时辰，还有综艺啊，然后还有那个复习，对，复习高考，反正就那段时间是相对说这么些年觉得最辛苦的时候啊，然后说就必须得顶住压力，然后把最后这么一个人生的大考得完成好。对，就那段时间说是觉得每天会觉得比较辛苦的时候。正是这么努力的千玺才成就了现在这样优秀的自己，不过还是希望弟弟能偶尔放松一下心情，给自己空间休息。芒果拉新闻，千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为你打 call 报道。